妈，那个你能帮我刷一下鞋吗？我想穿这个拖鞋。哦，这个鞋有点脏，我还没来得及给你刷呢，我去给你刷。我看一下这个鞋，再给你买双新的吧。啊，不用了吧。还那么会过、啊，我也给他耍去。你直接耍了，我来给你耍哈，因为他这个鞋你耍不掉，他必须得用包装盐耍。正好我这几天刚拿了一个包装盐，我给大家正好也看一下效果怎么样，好吧？在还日前还有活动，行不行？哎，小杨，嗯，你说让妈妈刷还是让爸爸刷？还是你刷，还是让爸爸刷？你也挑嘞，我来耍哈，看今天给儿子耍的鞋，走了。你看小杨这个鞋哈，穿着就特别脏。像这种特别脏的鞋，如果说不用这种特殊的东西去刷的话，你是刷不掉的。刚好这个商家做活动，这几天啊，原来是19.99发3点的，现在是19.99给大家发5点哈，我已经用完一点了。来，我们试一试它的效果怎么样哈，不用倒很多。然后保大家用的时候，大家一定要记住哈，先用80度以上的开水把它给化开，看见没？就这样，80度以上的热水把它给化开。然后在这个基础上，然后再加入凉水就可以了，然后把它泡在这里边5到30分钟，然后就是等它分解，我们之后再来刷，好吧？你这弄的啥？这冰。冰？你现在都吃冰了？啊。以后我给你买那个制冰机，好不好？啊，不用了吧。来，给你拿那个酸奶吃。那也是给弟弟一块吃，好吧？啊。小姨姨在下边没？嗯，在。在的话，那拿3个，好吧？每人一个。嗯。好，给你放在这里。估计那个爆炸烟差不多了，我们去试试看效果怎么样哈。已经浸泡了几分钟哈，这浸泡的主要作用是啥呢？是让这个火氧给分解出来，然后把这些污渍给分解了。来刷一刷看效果，怎么样？你们看，很轻松的就刷白了，而且是非常非常的白的那种感觉，是不是？跟新的一样。哎，姐妹们，我们对比一下，这个是还没有刷的，只是浸泡了一下，这个是已经刷过的，你看这个明显不明显？就是这些脏的，你看刷刷都能刷掉，特别特别好用。就这个是顶净下的这个火氧的这个爆炸烟哈，原价是19.99给大家发3点的，现在是发5点，但是这个活动直到4月2号，也就是还有2天就结束了。真的，你们现在刷这个视频，抓紧时间去买，能刷5点，为啥要那个1袋来说？这1袋是500克哈，姐妹们能用好长时间。这个夏天我们经常穿这白色的衣服，就用它，用刷能刷鞋子，把鞋子给刷白的这一个，它洗衣服效果是非常非常明显的。你们洗衣服的时候也是用那种热水先把这个爆炸烟给化开，接着一定要添加凉水，把它就弄到那个正常的那个温度，不然的话衣服可能会烫坏。所以说姐妹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哈，抓紧时间去买吧。就那种孩子身上那种经常洗不掉那些污渍，用它都是可以的。你看这里可以去掉这么红酒渍啊、豆瓣渍啊、油渍、巧克力渍、尿渍、便渍都是可以去掉的，而且还能有效的防止黄渍灰暗的形成，使衣物保持鲜艳如新。所以姐妹们就放心去买就好了。而且像这种硬件的东西啊，比如说加压啊、茶杯啊，都是可以去一泡一泡达到效果的，这个效果真的非常非常好。抓紧时间去买，买爆炸烟，买真的一定要买这个啊，19.995袋，抓紧时间去抢。